性，原习某些设定，但是我在怀疑现代的新女性仍有气质祈求被鉴定，唯有她能够珠光宝气，不作艳遇落下，就算穿得很朴素仍难自欺高贵吧，但是我知今世我是我，如何照抄她的精美秀发，是每日谈情，看着门前男朋友过剩，经典安得你合平，早经很多日平静，最爱听指定类型，如神坛已坐定，不止他，如不止他能得到观众拥戴吗，如让我不要学美丽人形，以我的真个性，亦信有天照留任我定，唯有他能够珠光宝气，不足艳遇落下，就算穿得很朴素仍难自欺。